大家好，我是欢，我现在在法国南特，住的地方，躺在这个 jacuzzi 叫什么 ？What's jacuzzi in Chinese？ Jacuzzi？ 我们有美丽的我们的主办方翻译兼我的共同导师 Penny Love 在此。Hang on, can I see you actually? Yeah, yes, they can see you now. You wanna say hi? Hey, how do you say hi in Chinese? 你好。你好。Yeah, 你好。就是在这里泡着。其实我们是在南特的一个比较，周边的一个区，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整个南特的城市，还有正准备下山的太阳。那今天想分享什么工具呢？我们今天才结束了改变人生的触碰，这堂课。那大家的脑子都不太好使的，整个身体都非常的松散。那我就很想分享一下，如果你不需要特别的技术，你也不需要知道非常多的知识，你只需要成为你，然后也不需要有多么复杂多么含技巧的触碰或者疗法，你只需要成为你，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你可以改变的人呢。是不是很绕口？为什么我说是你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的人？首先如果他们要被给选择，他们首先要有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完全有能力改变他们，但是他们得选择那个改变，他才会发生。其次是为什么是你可以改变的人？因为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魔法。那可能来我这里做疗愈的人跟去你们那里做疗愈的人完全不同。即使你不做疗愈，就是你身边的人，来到你身边的朋友，身边的人事物都是因为你的空间选择你。那假如这不是巧合，不是因为价格，不是因为你的证书，而是因为你是你，他们来选择你呢？假如你也只需要成为你，不需要太多的花哨的技巧，不需要太高深的技艺，你只需要成为你，成为那个空间，你就可以改变他们呢？那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？如果大家觉得呀什么鬼他在说什么，那请你接受一下这个能量。有一本书叫《成为你改变世界》，对吧？很热门的书。假如成为你就是可以改变世界呢？仅此而已呢？那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等待着你成为你？他们等了多久？很好奇你们的觉察是什么。那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